好，东森每周电视啊，今年主打小小新人王活动，其实是想在电视上看到小朋友秀才艺。你只要透过中文节目的系统平台就能看到。有网络中文电视服务业者就在华人工商大展上面推出了全新机上盒，满足美国华人朋友在影视娱乐方面的最大需求。东森美洲和超市的摊位上，接二连三的小朋友抢着在绿屏幕前面对镜头体验当小明星过过瘾。透过华人频道就能看到自己上电视。网络频道业者魅力中国在华人工商大展上就介绍给民众丰富多元的中文节目。当然有大家最熟悉的东森新闻、东森美洲，还有华视、台视，包括东风香港有线一和二，为说广东话的朋友们也准备了。大陆的频道呢，我们有很多，像中央、北京还有南方、湖南这些台，我们都有48到72小时的回放，所以您不用担心可以错过任何节目。就是用这个多功能机上盒，能收看60多个中港台的新闻报道，以及当红的综艺节目或电视剧，还能透过 WiFi 连接到家中的电视和电脑，在各种界面上浏览社群网站，或在大荧幕上玩 Angry Bird 等小游戏，还可以玩一些 Android 系统上的小游戏、小程序之类的。随时呢，还可以上网去浏览您喜欢的网站还有论坛。无论是传统电视机还是电脑，透过魅力中国的平台，都能享有高清的画质。另外，业者表示，预计在今年把服务推广到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让民众走到哪都可以收看最新的中文节目。以上是东森新闻李中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